今天把这个钻石套给它换出来，好吧？我给大家讲一个逻辑啊，就是为什么我很早的时候我就做了这台犀利的铲铁机，它源源不断的供铁，我用铁跟这只兄弟换，给这个绿宝石换好了，然后就给那个盔甲匠，然后把它升级，升级了后它有卖这个钻石套，我们就把这个钻石套给它换出来。今天的思路异常清晰，一桶岩浆换个绿宝石，我去地狱搞几桶岩浆。哎呦，好爽啊！这怪岩浆，赶紧回去给那个兄弟换宝石。哎，不要了呀！好，钻石套有了，兄弟们，钻石护腿，火焰保护，钻石靴子保护，都是保护。哎，我还有这么多桶，先把我的岩浆放起来吧。我睡了一觉，它还收不收啊？